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我们今天呢？从亲有过，见识根来学习起。最近呢，这个一些灾祸一些天气的异象还是比较明显。其实这一些现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包含也是在我们所教导学生的面前呢。对他们来讲都是机会教育点。那这个机会教育点我们掌握住了，它可以建立对于这些现象的判断，面对他们呢，正确的心态，所以。学生所面对他的家庭、社会现象，甚至于是自然现象，我们都能应激那个机会点掌握住，像承德自己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大姨丈去世了，当时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可是这一件事对自己来讲影响大不大？很大啊。因为大姨丈是自己最敬佩的长辈怎么他才50岁左右？车祸，当场就走了，我想不通了，这么好的人怎么去世了？所以我们的学生，他也面对他人生种种这些情境，当这些情境出现，他无法理解的时候，对他。内心或多或少都有影响的，甚至于他想不通了，就变成他内心里面的一个心结了。以前的社会单纯可能想不通的事少现在社会复杂了，所以我们当老师要更敏锐，洞察。孩子，比方说他的表情当中有没有一些苦闷呢？甚至脸上有纠结了，我们都能适时的去关心孩子，甚至于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现在，孩子可能家庭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念小学的时候啊，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个同学父母离婚了。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像没这个印象到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说他父母离婚，我还吓一跳。可是现在的孩子家庭环境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可能是三分之一啊，甚至还更多啊。我之前看到的数字，有一些地方70%呢，离婚率啊。你说这一些情况对孩子成长的冲击大不大？父母、长辈、老师有没有关心到？适时的引导啊，他比较能释怀，比较能体谅接受。这会影响他一生的心理健康啊，这个很可能比他考试分数多个3分5分呢，对他生命的影响可能大得多了。哦，哦，那说实在的，当我们及时给予这个孩子关心的时候，你说跟成绩有没有关呢？哦，当然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分数了。哦，你真心去关心孩子，那孩子对这个老师的信任会非常高。他信任你，你讲的话他会听啊，你上的课他会专注学习呀。哦，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教育的根本呢，是孩子那一颗心呢。啊，教也者，长善。救其师啊！而且要知其心，才能救其师，才能长其善。我们要理解孩子心理的状态。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这么多自然灾害呈现在面前。孩子，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很发生的事当中啊，把因果教育很自然就呈现出来了。啊，上书当中有提到，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像《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啊，行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这样的事例非常全面。啊，我们针对看，哎，这个灾祸是什么情况，去查都有相对应的故事哦。哦，那这些现象都跟人心不善有关系呀。哦，左传讲的“人气长则妖心”呢？啊，人心弃了做人应该有的德行了，种种怪现象啊，就会产生长五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是做人呢、的纲领所在了。啊，叫五伦五常，是为八德。啊，像佛家进一步有讲了，贪心感水灾，嗔恚心感火灾，啊，愚痴感风灾。傲慢感地震了，
怀疑，敢山崩地陷呢？哦，那孩子了解了哦，老祖宗的教诲，天人合一呀。啊，这个大自然的现象跟人心呢，是相呼应的，啊，不是分开的那我自己有没有做好？哎，我有责任啊，我不能让这个世间的水灾严重了，火灾严重了。哦，你看现在温度越来越高了，哦，夏天的温度都是破啊最高纪录，那这跟晨彗星啊有关系了。好，那纵使我自己没有，那怎么样？啊，透过自己啊，以身作则来影响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哎，让孩子从小就有这种责任感了。啊，读书为什么？读书志在圣贤呢？读书是读大学之道啊，啊，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呢。啊，我们学圣贤书，就是要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恢复自己本有的明德。当然不能讲佛性了啊，是学校里面是不是对于这个宗教用词比较敏感一点？对吗？啊，到时候你讲了太多佛字，然后，刚好有孩子是信基督教的啊，到时候到学校告你，哦，哎，这个时候可不能觉得苍天呐，哦，我这么尽心尽力啊，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呢？这个时候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我们教学当中，哎，怎么会不能被人家接受呢？这个还是要能找到原因。啊，有没有自己呀，没有周详考虑的部分？啊，哪怕都周详考虑了，哎，人家还毁谤侮辱啊，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这个时候要想到孔子说的“人不知而不愠”呢，啊，不亦君子乎啊？哦，而且你尽心尽力啊，确实也周详考虑确实没有过失了啊，人家还毁谤啊，还找麻烦，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哦，我们这个。这一段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学习《弟子规》，我们同时啊，也是在首先也要学习到，哎，师长怎么落实《弟子规》呢？啊，我们是跟着他老人家学嘛，那学他老人家要学得像啊，这个学就有效法的意思，哦，所以诸位。大德同修啊，我们学习的过程呢，啊，有没有亲戚朋友说，哇，你越来越像净空老和尚了？哎，假如有的话，那对呀，我就是跟他老人家学的，越学越像啊。哦，那他老人家学大乘佛法，主攻是什么？主攻是《华严经》啊，老和尚讲《华严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哦，那《华严经》是世事无碍呀。啊，那我们跟他老人家学这个，啊，他最深入的《华严境界》啊。啊，所以他老人家有个墨宝写到了：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
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所以，我们呈现在亲戚朋友面前，也要让他们感觉，哎，我们是好像遇到什么事都很乐观啊，哎，事事是好事。不只是教诲啊，他老人家也是这么给我们表演的。哎，遇到一般的人觉得逆境恶缘呢，他反而快速提升了。哦，所以这个，好，我们后面还会学习到，严于忍，忿自明这个要修忍辱啊，不能发生言语的冲突了。啊，尤其长辈、老师在孩子面前呢，都要给他们好的影响啊。啊，这是一个做长辈应有的慈爱啊，父慈啊，不止父母要慈爱啊，长辈都要慈爱啊。啊，尤其啊，我们看《了凡四训》有说的。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那批评侮辱对我们不止没有害处啊，把福报给了自己跟后代子孙呢、这一句话大家熟悉吧？没有反应，代表没有读300遍啊。啊，老和尚说这一部书读300遍，这部书的义理讲的真的是很清楚啊，真的是宝书啊，是稻盛和夫先生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这一本书啊，年轻人一定要读啊，不然。你看，年轻人他要经营事业了，他心里想：哇，我以后成家，我还要供房子、车子种种。他有时候一想啊，对未来充满担忧啊。哦，哎，可是他假如明白了，哦，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啊，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他又知道理论，知道方法他的心才能安。他不懂这些道理啊，现在年轻人看到，哇，现在生活这么不容易啊，又不明理的话，他很容易就怨天尤人了，内心有很多愤愤不平之气呀。哦，所以这个，我们呢，都要很敏锐能够洞察得到。每一个年龄层呢，他可能需要的护念，需要的引导，每个年龄层不一定完全一样。哎，这些机会点呢，我们都要能掌握住。那假如我们有想不通的问题啊，可以把《了凡四训》从头读一遍。假如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啊。那大家可以这个写给我哈，哎，这一件事《了凡四训》从头到尾解决不了，哦，那我到时候再回答大家啊，这一句《了凡四训》哪里可以回答啊？我这样的用意是说，我们手上啊，
都有解决问题的法宝，我们得拿来用，不然我们入宝山呢，空手而回了。哦，包含啊，比方说劝发菩提心文啊，假如我们有烦恼不能解决，把这一部书从头读一遍，啊，一定有解决我们现在烦恼的法药。啊，当然读《无量寿经》读一遍也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啊。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遇到烦恼，在那里纠结了，也不听经，也不读经，在那钻牛角尖，越想越烦，越想越怨了，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很懂得护念自己呀，为好师父领进门了。这么多经典，这么多师父上人的教诲了，修行呢，也要靠我们个人了。哦，那我们明理了，就要按照真理去思维了，不能明理了，那自己还怎么想，还怎么做？哦，那就没有珍惜啊，我们可以闻正法的福报了，啊，所以珍惜福报的人，明理了之后，不想再用糊涂的方法去生活了，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了凡四训》讲了，指导我们面对逆境恶缘，都是用乐观的态度，啊，这帮助我们提升呢，给我们送福报来了。啊，《金刚经》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若为人轻贱，这依照《金刚经》、依照《大乘经》去修行了，还遇到人家轻贱，为什么？先世罪业，因堕恶道。我们过去今生还是有造一些业呀，感召这些缘来了。可是已经是人轻贱故啊，先世罪业即为消灭。所以这些轻贱毁谤的缘呢，帮我们化掉要堕三恶道的这些业因呢。啊，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这一段《金刚经》讲了，所以照理讲啊，我们真把这一句教诲纳在心田了，从今天开始啊，人家毁谤骂我们，我们不会生气了，我那就能过上事事是好事的日子了。哦，所以师长常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老和尚也是这么给我们表演的，啊，那我们可不能好日子不过啊，哦，那就变成跟自己过不去了啊。好，那接下来这个经文呢，清有过见识根呢，疑无色，柔无声，啊，见不入越复见。豪气水，踏无怨。啊，我们为人子女
啊，要养父母之身，身体的奉养啊，我们要尽心尽力。冬则温，夏则静亲所好，力为具啊。哎，养父母之心。出必故，反必面呢，让父母安心呢。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哎，这样宽慰我们的态度，宽慰父母啊。父母觉得，孺子可教也。啊，养父母之志。啊，父母有什么心愿？啊，很好的心愿。我们可以去啊，帮父母实践。哎，不少年轻人啊，他来弘扬传统文化，哎，是他父母啊，年纪大父母也是啊，老和尚的学生呢。啊，父母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啊，但是很希望啊，为师长的理念呢，出一份力。哎，结果子女愿意来承担，这个父母就很欣慰啊。这养父母之志，志向啊。再来是养父母之慧，养父母的智慧啊，因为父母也在修行啊。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好，那我们当父母的，当子女的，就要懂得护念了。那这一段呢，不只是护念父母了，其实在五伦关系当中啊，都有劝谏的本分所以这一段学习。我们举一反三呢，要用在五伦关系上面呢。好，那亲有过，父母亲啊有过失啊，当子女的有责任劝谏让父母能够把过失啊改过来。但是这个劝呢，要注意态度要注意时机。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呢，哎，有很多言语的修养在里面呢。首先，见使根，这个根。就是希望父母改过，这个是我们劝谏或者沟通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出发心。我们常常说要保持出发心，其实就是不要变心修行要不忘初心。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为别人好，这个动机、这个出发心也要保持住，不能变。这劝谏的目的不能变。劝谏呢，态度要好，那态度不好，适得其反要怡无色，柔无声。这个言语的态度这个怡呢，是怡悦，悦是带着笑意的，高兴的样子，柔无声这个柔和，不强势，很柔软。这个言语
不带情绪，这个才是柔啊。啊，我们也要体恤到啊，我们面对因缘，啊，老和尚常说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我们面对父母长辈是一种缘，平辈是一种缘，晚辈又是一种缘。哦，而且缘本身还有深浅呢，这个我们都要在境界当中呢，哎，心平气和，自然能够去比较敏锐去感受到。常理学要说交浅不可言深呢，那这个也是对因缘的一个判断了。哦，不能说我是好意的。啊，就像，啊，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新公司工作了，好，那我们想，我一心为老板好啊，我这个人比较正直，啊，你到了一个礼拜，老板都还不知道你姓啥，哦，你就进到董事长室了，董事长，我这个人比较正直啊，执行是道场啊，我觉得。单位有什么问题啊？啪啪啪啊！啊，我觉得你也有什么问题？哦，讲完，对呀，正直啊，这个董事长笑一笑，嗯，挺好挺好，你明天不用来了啊。哦，你看《论语》里面有讲啊，君子信而后见嘛，你劝谏别人。要有一个基础条件到了，才好做这个动作啊。信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了。哦，哦，所以，好，我们这个刚刚提到了，哦，这个。对长辈啊，是要用感化的；对平辈啊，用劝化的；啊，对晚辈啊，教化。这都是缘，不一样啊。哎，我们都不能直啊。哎，你一执着一个模式啊，你很难去应对不同的因缘呢。所以因无所住啊，所以我们修行人无助的时候是，你可以随缘就方啊，随着因缘，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你不可能是对上对下讲话的口气呀、态度啊。方式都一样，那是很奇怪了。那变成每一个人都要顺着我了。修行人是要去顺着一切境缘的，顺势而为啊。哦，所以学传统文化，这跟背公式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考试做题目，套公式啊。套公式套习惯了，这个传统文化是强调悟性的，啊，你要去领悟，你要面对经解，有一种感知能力，感觉它因缘客观的状态。你不是听了一堂课，拿着道理来套啊，会套错你是领会到了一种心境。态度，然后去活学活用，而不是哇，我记了一堆东西。这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
啊，这东方的学问怎么学啊？啊，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张三丰啊教张无忌啊，算他的徒孙，太极拳嘛。啊，这张三丰打了一次啊，就问这个张无忌，你记得多少啊？啊，这个张无忌，师公记得啊七八成。啊，这个张三丰说，来再看第二次啊，又打了一次太极拳啊。这个张无忌说了，师公啊，怎么才记得三四成？啊，这个张三丰说，好，再看第三次。打打打，打到一半，张无忌大声地说：“啊，师公，我全忘了。”哦，这个张三丰说：“嗯，很好。”哦，这个用佛家讲的“听而无听”啊，听这个道理啊，不是死记硬背的，你死记硬背就有听了，听了心神领会了，不是死记的。你心里领会到了相对应的情境出现的时候，哎，你那个心境提起来所以这一句"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啊，也是提醒我们学习的模式啊，要对不是死记硬背的。是要善于体会啊，善于领悟啊，然后活学活用所以重要的是心境的提升呢。我们解行相应了，心境就会提升了。像这一句。怡无色，柔无声呢？我们真正去做了，做的过程，哎，还察觉自己哪里不足了，再多下一些功夫，我们的柔软呢，一定会在这一件事当中啊，提升上来。哎，心境一提升，为什么说？这个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心境一提升，同样的经文再看呢，体会的广度不一样，因为提升了嘛，看得更广看得更深了。哦，所以这一句也是看见我们学习的状态啊，温故而知新，哎。我每一次再拿起《论语》念一念啊，《礼记》《学记》念一念，哎，有没有感觉悟处更多了？啊，假如同样一部经典呢，啊，我们重新念的时候，悟处越来越少了，哦，那这个得要慎重了，这个要自己检查、勘验、勘验了，可能还是都是。记忆式的学习状态的，都硬记东西，硬记东西啊，对人的悟性啊，不是很有帮助，甚至悟性会下降，因为不静，就会往后退了。哦，所以我们掌握这些心境啊，原理原则，活学活用。那这个佛家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我们的善巧方便的方法，从哪里出来的？从慈悲出来了，从真心出来了，
那慈悲心能体现在哪？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心，理解对方的感受。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要跟父母谈话，我们是他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长大的哦。啊，假如我们在提醒父母的过错，啊，跟一般朋友讲话的语气一样，啊，甚至有点理直气壮，那父母感受好吗？啊，可以理解吗？哦，我曾经也遇过一些长辈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是说孩子啊给我们多少钱呢？那个我们都不在意啊，啊，甚至于是给的钱呢，父母还都帮存起来了，给孩子以后用了。啊，父母对我们付出都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哦，所以这老人家一谈起来，我不在乎这些的。可是啊，真的很难受是啊，孩子很冲啊，对我们讲话，啊，都要好几天呢，才缓得过神来。哦，像这个啊，当然啊，陈德是没有当过父母啊，哎，但是啊，这20多年从事教学啊，哦，那一个孩子啊，十几岁、20岁啊，我们带呀带呀，带了8年、10年了，啊，假如突然他讲话的态度很冲啊。哦，这个我当下呢也是有点缓不过劲来了。哦，不过这个时候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念佛。哦，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还是有求的心啊，所以才会有情绪啊。无求的心就没情绪了。啊，有什么求？哎呦，我对你付出那么多，你怎么用这个态度啊？啊，所以诸苦皆从贪欲起。哦，要用这个经教来调补，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体会到啊，那当父母的心情啊，毕竟孩子是他这样看着长大的嘛，慈悲为本了。我们能体谅父母的心情，我们的言语就会顾及到他的感受你包含我们常常说，归过于师事，扬善于公堂。哦，你说这个都是做法，可是你心境到位了。哪怕你没有学过这一句啊，你可能都会这么做，因为你的心境有替对方想了。哦，那我现在讲旁边有人呢，哦，那他会很尴尬，很没面子所以有一些是他心境到位了，没有学过这个道理啊，他也做得出来，不会偏太多。啊，所以我们真正啊，这种慈悲心起来了，为对方设想的心起来，我们要学劝谏呢，沟通呢，不难，而且会触类旁通，很快啊，就学得很细心啊，很周详啊。哦，那言语的这个修养啊，推荐大家这个《格言别录》啊，弘一大师从《格言联璧》挑出来的，里面我看快一半了，都是谈
言语的涵养。啊，所以孔门四科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实德行啊，落实在哪？一言一行啊，才显出我们的德来呀。所以我们学圣教了，不能说"哎，我这个人就是不善沟通啊，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讲话"，啊，不可以这么讲啊，这个是给自己找台阶下来，这个台阶是要别人给的，不是自己给的。应该是我学这个能够自利利人，再怎么难。我都肯下功夫去学，好，所以劝父母啊，注意态度了，所以言语的目的，劝谏的目的，劝谏的态度，谏不入，悦复谏。还有劝谏的时机，也要敏锐去掌握。啊，悦就是高兴的时候，哦，那代表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啊，就不要劝了。我们还会关机了。啊，高兴的时候容易接受啊。啊，复就是。重复劝，很有耐性，不会厌烦，所以劝谏也需要恒心和耐力而且豪气随，踏无怨呢，我们一心为父母好，劝父母。结果呢？父母不理解了，还打我们，我们也不埋怨，所以一个人跟人和睦相处啊，根源在哪？也是在跟父母相处上啊。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那今天我们跟父母相处当中，连父母不理解我们，我们一心为他好，他不理解之外，他可能情绪控制不住了，还责骂我们，打我们，我们心还是平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父母好，那这一些。情绪啊，我们不往心里去，人心就平了。再把对父母的这个心态用在对一切的人，哇，那这个就行菩萨道了。所以这个我们四大菩萨啊，大悲啊，这个首先是地藏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孝亲尊师，第二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是把对父母老师的这个孝敬啊，对一切众生呢，那就不分别不执着了，那这个就是落实的，梵王菩萨戒经。这大乘经典哦，一乘的经典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读过这一句啊。那请问诸位仁者，这一句什么时候落实啊？我们已经了解这个真相了，
众生在我们无始劫的轮回当中啊，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啊。啊，那我们了解真相了，那我们此刻往后应该用真相来生活，来处事待人接物啊。哦，所以师长有说啊，他对一切众生的供养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众生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啊，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那我们。孝敬一切众生呢，那我们就是行菩萨道了，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了。那孝呢，还配了一个字啊，叫顺。那这个顺字啊，顺父母的性德。你看父母不对的时候，那不能。顺着他的意思去做错了所以传统文化没有愚孝在这一句"亲友过见死根"呢，又展现出来了。但是要顺势而为父母不对了，我们的态度"一屋舍，如屋身"不要让他感觉你好像忤逆他，跟他对着干，也不能这样。顺势而为，你说那父母不对了，我们不当面呢，顶撞他，然后私底下不要照着做就好了，他不欢喜这样了，你低调的不要让他知道去做就好了，这个都要柔软善巧。我们看这个《群书治要》中啊，修齐治平的智慧114句呀，94页。这里指导的蛮具体的父母有过了，我们可以违背在经文当中说了。父母愿救人不以正，就没有按照正理乱埋怨怪罪别人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我们做子女的已经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父母与人以官位。绝路而财食不可，可为而不从也。父母要给人家官位俸禄了，就是地位比较高，有这个权利了。可是这个人的才能不符合，不能胜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但是不要直接顶撞他。父母欲为奢泰侈靡。以世心快意，可为而不许。父母想要追求很奢侈、糜烂的生活，让自己觉得很纵欲快乐了，但是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父母不好学问，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父母不喜好学问。反而反对子孙求学问，可以违背他的意愿去学习，比方说父母可能反对我们学佛，那可为而学，但是呢，你父母不欢喜你学佛你就不要在他面前读经给他看了，
哦，你就他没看到的时候，世事无碍啊。他一没看到，你就读经啊。他在的时候呢，念佛，同样在精进啊，但嘴巴别动，念在心里就好了。我也曾经遇过啊，我到一个地方，一个道长修行，然后呢，跟一个应该大我个10岁，应该是有的，10多岁吧。他跟我住同一个屋啊，我们2个人住一起，然后啊。他就叫我，你不要听净空老和尚讲经了。我听得出他的意思，就让我别听老和尚讲，听他讲。然后呢，我也没有否定他，我就笑笑，然后他一不在了啊，我就听，他出现了啊，我听到脚步声了，赶快关起来。哦，这老和尚教的啊。老和尚说：“啊，人家不欢喜看到你，啊，你避开，人家也生欢喜心了嘛。”哦，其实我们心中有老和尚的法，任何境界卡不住我们了。父母不好善事，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反对子孙和他们交往啊，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啊，去交往。事有患，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为而亡。这个朋友遇到忧患呢。等着我们去帮助，这个也是朋友这个伦常当中的本分呢。父母反对前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前去帮忙。那接下来这4句啊，很有味道啊。故不可为而为，非孝也。那不应该违背啊，违背了。这不孝，可为而不为，亦非孝也。就应该违背却不违背啊，这也是不孝。好不为非孝也。一味的盲目遵从父母之命，这个就变愚孝了。好不为，非孝也。好为，就一味喜欢违背父母之命了。就好像内心里面，对父母有怨呢，有时候就会有点对着干，这个就是好为啊，亦非孝也。其实我们说实在的，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脑子转得快呀，眼睛常常在看东西，在观察。以前的还比较憨一点呢。今天你不把这些道理告诉他，比方说父母有过了，我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不告诉他，他自己会去想啊。他假如想偏了，很可能这个心结就产生了。到最后呢，哪个大人讲话他都不听了。你先把道理告诉他了。哦，原来父母不对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劝的。但是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做？这个对孩子来讲都是及时的。教育，那给他讲到了好为，你什么都
都不顺父母的意，那这个也不孝了。这些京剧都能够提醒到他们了。好，这个是谈到这个顺顺势而为。父母不对了，我们也不能一味的顺从。好。哦，那刚刚提到这个老人家他视一切众生呢，都当作阿弥陀佛。哦，那这个展现。对待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那四大菩萨第三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表智慧，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啊，也要悲智，有慈悲，还有智慧，去判断。悲智双运的。那。《论语·里仁》篇呢，有一句跟这一句是相当呼应的就是视父母积谏谏志不从，幼敬不为，劳而不怨侍奉父母在什么时候劝谏呢？这个积呀。就是，很微隐，就是刚刚出现一点征兆了，就发觉父母有这个想法、念头了，还没有显现出行为出来啊，这个时候啊，就要劝了。哇，你看当子女的也有。很敏锐有智慧判断了，哎呦，可能有这个意识喽，而不是等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严重了，才来劝哦。哦，那我们本身观察父母的心呢，观察这个事物也是要很敏锐的。那在刚开始很等于。事情的一个症状起来了，我们就去劝了。那父母的态度啊，不接受，见智不从，但是我们还是又敬一样恭敬。我们现在劝人怕什么？劝了以后落印象，哎呀，我跟他劝好几次了，他不听了，落了印象了。影响我们的恭敬真诚了，不愿意再劝所以还是心里面是放父母的恩德、父母的好，不能放你劝了他不听或者是放一些觉得。不欢喜的事情，埋怨父母的事，那这个放在心上，一定影响我们的恭敬心了。所以还是要恭敬又敬，不违。这个不违就是不违背自己的初心，不能劝一两次了就算了，不做了，不违，劳。因为要很有耐心去劝呢，这不辞劳苦，劳而没有怨，这个不埋怨，好，那我们看师长老人家，
他劝导众生呢，很有耐性啊，他教导我们62年了，哦，而且劝我们都是很柔软啊。大家注意去听、去观察，老和尚有没有说“你们”？很少啊，没有这种词语。哦，一要提醒我们的问题都怎么讲？我们啊，我们业障太重了。啊，言语也是很恭敬、很柔软啊。很给我们学子们留颜面呢、然后看到弟子们的问题呢，都是在讲经的时候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好面子了，得这个给我们留面子了。哎，这些遣词用句、心境啊，也是我们的学处啊！啊，以老人家的德行威望，他在劝众生的时候，都是这个态度啊。我们没有他老人家的德行跟威望，那我们那个劝别人的态度还不如老人家柔软，那我看人家接受度就低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想想，哎，我们劝别人呢，成功的几率高不高？甚至于有没有啊，适得其反了？明明劝他为他好，还闹不愉快了。哦，那这一些情况都要经一事，长一智啊。哦，在我们今天。学这一句当中，啊，我们总结经验了，啊，前事不忘啊，后事之师啊，刚刚我们提到说劝别人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信任，这个信任呢，绝对不是要来的。我回想自己成长过程，啊，跟亲戚朋友有时候在谈话，你要信任我啦，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呢？啊，讲的自己也很生气啊，都快哭了。其实这些是不正确的啦，信任还有这么要的？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性。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这个是君子的心境啊。这个《群书治要》里面有这一段啊。君子羞耻的是什么？自己没有很好的修行，不羞耻人家侮辱、毁谤。我们现在没有太重视自己的修行，但是很受不了人家批评一两句。就跳起来了，啊，要找人家理论了，哎，这个都不是君子的心境了，啊，耻自己没有做出让人家信任的行为，不羞耻人家不相信自己，耻自己没有很好的能力去承担任务，不羞耻别人。不给我任务，人不知而不愠呢，但这也不简单哦，你很有能力，人家不用你，容易起发牢骚哦，孔子跟颜回说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啊，为吾与尔有是福啊。哦，所以自己很有能力，不被重用，不发牢骚，这个修养已经很好了。哦，但是君子确实是这个
很有能力不备用啊，他不会闹情绪的。啊，说实在的，不备用啊，每天可以好好念佛，挺好的吧？好。啊，这个万德洪明能灭众罪啊，对自己最好啦。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最快提升的方法，而且我们好好念呢，这个功德大，还可以回向给亲戚朋友啊，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回向给一切众生呢。啊，所以印光祖师当时候唯一一次啊出来啊主持法会。上海护国习斋法会，啊，好像是7天嘛，啊，好像有出他老人家啊这7天所讲的开示，啊，这个很精辟呀，有时间真的要好好学哦，因为我们现在的天灾人祸也是很多啊，啊，那老人家当时候最强调的就是念佛。能挽救这些劫运，当然要戒杀放生了。好，所以我们不攀求一定要有事干，一定要有什么位置，啊，一切随缘呢，用真心都是圆满的功德，啊，没有任务，我们一心念佛回向，也都是圆满的功德啊。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老和尚在劝弟子、劝大众，哎，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观察，都是我们的学处了。啊，当然，我们观察老师不能观察错了啊。啊，我也有遇过同学讲，哎呀，老和尚都不讲人了。哎，当他对自己的老师看错的时候，他的恭敬心会有一定的影响，会退的。所以，佛法是师道。当我们对老师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学进去的。啊，佛门说法器嘛。这比喻啊，啊，一个真正肯学的人，就像一个器皿可以装载东西呀，代表老师的教诲啊，进到他的心中，就不会掉，不会忘失了，他把它装起来了，纳在心田了，啊，就像阿难问世佛集中经说的，啊，要。名师授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放在心上了，好好去做了，不失所受，不会忘失掉。啊，假如这个器皿破洞了，哇，掉出去了，那老师的教诲可能遇到境界的时候提不起来了。我们对老师的心境啊，自己要护念好。那所以，我们不怀疑老师，在这样的信心基础下，我们才能观察出啊善知识它的用意在哪里。你看为什么？这个都在讲课的时候提醒弟子们的错，没有不讲啊，你说都不讲，那观察错了，是在讲学的时候，因为讲学没有说针对谁呀，真正有恭敬心的人他就接受了，
没有恭敬心也不得罪他。要跟这个弟子的缘呢，慢慢保持啊，慢慢加厚啊。你直接提他，他不高兴了，他下次不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善知识良苦的考虑呀。再来，真正恭敬请教的老人家都会指导。我也曾经遇过。人家要去问老和尚问题了，他还挡同修啊，哎，你别去问了，老和尚都是说好。他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次问老和尚都说好。老和尚的意思是，你都有自己的意思，还来问我干啥？是老和尚顺着你了。哎，而且我发现啊，老和尚那个好都讲的好，其实那个速度已经在提醒学生，你别问了啦，你哪是真的要问我了？我们呐，心都太粗了，而且根本就自己要去问的时候啊，都有自己的意思了。那个心已经不是真心了，是要让师父帮他背书了。说实在的，你用这样的心去听啊，老和尚讲什么你也听不懂，甚至于还会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啊，因为有助了，自己的心已经很固着这样了。我都遇过啊。自己，我一定要这样做了啊！然后老和尚劝了好久，劝，通通听不进。然后最后还说：“老和尚，你是意思是可以这么做哦。”我在旁边都快昏倒。所以我们光是说培养说对父母、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啊，就是。父母教而须敬听啊，父母责而须顺承啊。真的，这个态度要把它养成啊。这个父母老师的话，我们才真的能够纳在心田，或者才能领会的对啊，不会领会偏的好，那我们看这个。劝谏父母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啊，要让父母感觉啊，一心为他好。那他就很容易接受了。那当然在劝比方先美其长，肯定他的长处或者肯定父母的付出啊恩德，就先谈这个，哎，谈起来人心里就欢喜了，待其心喜了，他高兴了。善言易入，你为他好啊，提醒他的话语啊，容易进去了。在明朝有一位童养媳呀，兰姐，她12岁就已经嫁到婆家去了，见看到婆婆啊。常常跟婆婆的婆婆发生争吵口角而且啊，她的婆婆还骂自己的婆婆骂说她老而不死啊，真是讨人厌呐、啊。
哦，这种画出来真的会很伤老人的心啊，也很折自己的福报了。哎，结果这个兰姐观察到这个情况了，乃于夜静，半夜没人的时候，夜阑人静，贵气孤前呢，这个翁孤啊，翁是公公，孤是婆婆啊，古代的用法。你看他还没讲话，你看他挑的时间，他的动作，他先跪下来，然后流眼泪。这个眼泪是一心为婆婆好，心疼呢、啊，看婆婆这么讲自己的婆婆啊。这个是他造很多孽了，心里心疼了。这个都要发自真诚，所以为什么说至诚感通，很有道理啊？啊，这个不是点眼药水的啊，点眼药水效果不好了。啊，提到了啊，姑与主姑口角啊。世人榜样你们两位老人家这么在吵了，那给后代留下什么榜样日后婆婆你老了，那你都骂你的婆婆是厌恶啊，讨人厌呢，那当你老了。那会不会人家也把你当做讨人厌呢？可奈何人俗不老啊？哪有一个人能不老都会老的。哦，所以媳妇啊，只愿你跟这个主姑都能长寿啊。你看那个言语态度，都是为她的婆婆好啊，希望她婆婆长寿啊，希望她以后人家都恭敬她，不要讨厌她。哎，姑感悟而孝，所以这个至诚的孝心就，她的婆婆就悔悟了。那兰姐后生五子，生了5个孩子。两登科甲，就两个考上进士所以我们劝父母，哎，这是一个好榜样啊。另外，就是我们体会到这个主人翁啊，他的心境啊、言语啊、方式啊、场合啊。这个都是学处了，同样是明朝有一位杨秀珍，她的母亲啊生了3个女儿，都没有儿子，结果生第4个女儿啊，她就很生气了，结果就要把这个第4的女儿啊投到水里去那这个。杨秀珍呢？她13岁，她就赶紧啊，把这个妹妹抱起来了，然后跪在母亲的面前呢。母亲啊，你希望有儿子啊，可是你现在的方式却要杀死这个女儿啊。你这样会越得不到儿子啊！如果你是考虑这个女儿以后要嫁，还要嫁妆那我呢？我不嫁了，我这个嫁妆呢，这个钱呢，就给这个妹妹。我不嫁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结果他的祖母啊，听了之后骂他啊，哎，你不懂啊，你不懂事啊。哎，这个秀珍又面对奶奶跪下来，跪禀啊，你看他态度都很跪着，很恭敬的禀告啊，祖母啊，你每天念佛啊，今天你见死不救啊，那你这样念佛，应该是要有佛的慈悲心啊，哦，这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也很善，渐渐的，他祖母是念佛的，也得把佛搬出来了，是吧？哦，他祖母啊，醒悟了，哦，就留住了这个孙女了啊，他妈妈也留了这个第四个女儿，结果第二年呢？啊，就是过了2年呢，生了一个男孩了，哦，哎，结果后面有感应哦，他的母亲呢生的弟弟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啊梦到爷爷，告诉他。你这个第四个女儿啊，假如没有留下来养啊，这个儿子啊，绝对生不了，断不能生。哦，所以这个秀珍呢，这种至诚劝他的母亲呢，不是感动了他的母亲呢，还把他杨家的子嗣啊传承下去了，不然他杨家就绝这个子嗣了，啊，所以这种孝心啊的感动啊，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哦。好，哦，这2个例子啊，提供我们作为榜样啊。我们在劝谏的这个因缘当中啊，劝父母啊，劝他人，也能效法他们的这种精神。好，大家最近有没有劝父母的例子？哦，或者是劝他人啊，或者劝学生也挺好的。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尤其这个劝父母啊，确实是很柔软。父母啊，思维很敏捷的，你就可以点到为止。啊，或者是，讲一些事例啊，不要直接对他，这个都是善巧。或者呢，讲自己，当然讲自己是很真诚的了，啊，你在讲自己过程当中去提醒到父母可能不妥的地方。其实真的有那个一心为父母好的心呢，往往在那个当下会有佛不在家时，会有一些灵感。哦，这是自己回想的。哦，像这个女众啊，一般感情比较。一般呢，不是绝对的。哦，那当妈妈的人一生了孩子了，有时候对孩子的情啊，比较难放下了。哦，像承德，
就觉得母亲比较放不下我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啊，我跟母亲讲啊，哎呀，母亲，我们应该都不是这一生才遇到佛法的啊，才开始念佛的。哦，母亲说：“对呀，我人家介绍我念佛，我就很高兴就念了。”啊，接着我说了：“那我们一定有放不下的，所以我们才前世还没有去极乐世界。”哦，那这么讲，妈妈都能接受完后来我就讲，其实实在讲，我一开始都没有想要讲这些话的。刚刚聊聊聊聊，你看我活不善家子吧哈，这种刻意不得啊，我们都不是这一生才念佛的人，一定有放不下的，我母亲也点点头，那我们上一辈子究竟是放不下什么才没去讲到这里了，就不能再往下讲了。这拿捏好分寸了啊！这个时候他妈，你就是最放不下我。好，你看这个讲出来就破功了。哦，这个言语掌握到恰到好处而且言语啊，它心平气和，你不能有情绪波动。有时候那学生我记得。遇到一个学生，他打别人呢，恶名昭彰结果有一次就很落寞的坐在那个楼梯上，刚好我走过去我们以前是朱自清的背影不是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是吧？哎，我们现在还要看懂学生的背影我看懂他们的心情我当时候过去只看到他的背后，他好像很落寞我就走过去，然后就坐下来陪他坐了好一会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他讲话嘛，坐下来。我也不知道坐了多久，他就开口了，老师啊，我很想死啊。那我们当老师的不能，您不能死啊，不能死啊！要很平，心很平静来应对他。我就很认真看着他。你为什么很想死啊？你说顺势在引导他。他说没有人喜欢我啊。我说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呢？他因为我都打人骂人了。那你不要打人，不要骂人，人家就喜欢你了。就是我们在跟学生互动的过程，我们的心要很平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一些灵感出来但是我们有情绪波动的时候，有时候这些灵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在跟学生，甚至在跟亲人谈话的时候，只要发现自己有情绪的波动一定要马上调伏。不然，那个越谈火气越大，就麻烦，适得其反了。所以古人说：“心平气和，则能言呢。这个还是很有味道的。有人举手啊，我们有请许兰元学长。请问可以听得到可以，可以，有请。尊敬的陈德老师以及诸位学长大家好。就是，很多学生是在，学生就是在，一两年前就加我身体，可能是因为那个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去到场，所以都在家里。那当然，可能因为这样，就比较没有培训。那身体就出了一些状况，那学生就是跟他那种挺好，为了教我们好，所以以后就
劝他去多运动，那可能在能比较唠叨一点，那亲友都听了就发脾气了，那觉得哎，为母亲好，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后来就几反省，那我觉得也提醒学生说，您这个可能有一点太急躁、太唠叨了。或您不说妈妈，您要怎样，您要怎样，还改成我们不怎么样，我觉得的确哎，想说哎，觉得这个是这样子，造成妈妈心里的压力，而且妈妈误会说，可能他有这样讲，他觉得说哎，他没有做，误会他没有做运动这样。那时候我们担心他反而有压力，而且又有脾气，所以说后来学生也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受的很好的影响。那有时候会用，比如说我们有 WeChat 微信或者 Line，或者工作的时候，你想到就用那个讯息的方式，然后提醒一下这样。那有时候就是周末放假的时候，我会问你说：“哎，妈妈，我们要不要去？你说，比如说去成都，是吧？”后来妈妈也说：“没事。”那这样下来就，通上面就慢慢接受。事实上，这样的话，老人家其实就比较不被理解，然后为了感谢学生的来给学生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言语上也要注意，让母亲还能够接受。以上是学生的，谢好，谢。谢谢，许学长啊，劝父母确实都有善巧像带去风景秀丽的地方散散步，这个也都是善巧方便，而这个亲人之间呢，要多讲一些情。不能感觉好像一见面呢，就好像要探讨道理就变成有一点要讲道理来要求了。所以亲人之间呢，宜讲情不要常讲理有时候讲理多了，伤了情了。其实说实在的，伤到情了，我们还在理当中嘛。那这个许学长很有福报妻子很贤德，那护念你，提醒你，您的夫人是助夫成德很敏锐，您是有福报的人，您刚刚是提到说是你的身体比较不好，还是说妈妈的身体比较不好？是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劝妈妈不做运动。是是是，好，这个遣词用句刚刚许学长提到的这个都越轻的人越敏感，你的一个字的遣词用句，其实可能都会给他不同的感受了，所以谢谢这个许学长给我们现身说法好，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